那大家好，我是 Echo。那我今天所要主讲的主题是我在五年前所创作的绘本。那这个绘本的主题是属于发掘自己的天赋，那并找到一群伙伴，志同道合的伙伴，然后互相的去做思维碰撞、脑力激荡，大家一起变强的整个历程。那我后来是把这个东西变成我的一个生活态度。好，那可以麻烦艾玛帮我关个灯吗？那我想邀请大家就是先闭上眼睛，就是先去仔细的聆听自己心跳的声音。我现在自己的心跳的感觉是，因为紧张，所以很可以清楚的听到扑通扑通的跳动声。这种感觉，还有手机的声音，对，那这种感觉有点像是我梦到的状态，看到了这张图的这种感觉。好，那大家可以张开眼睛，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张图有什么想法？中间的那个黑洞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想法？那我自己。就是怎么说，这张图不是我画的啦，是我在网络上找的，不过很贴切那一个梦境。那我自己的感觉是从这个黑洞中我看到了我自己。好，那下一张，这个是我的大学生活，那中间是我。那我很喜欢就是在半夜的时候就是去爬顶楼，就是攀爬到顶楼上面跟好朋友互相的聊天，不管开心或不开心都在顶楼上面去做聊天啊，甚至是看星星，就躺在那边享受吹风的感觉。对，但这是我。那我在写，就是在用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写了一些就是想法，就是来诠释这张照片。他是说渴望来自于星辰，这个是出自于拉丁文啦。那我正在寻找一个我无法满足的愿望，就年少轻狂的时候想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那为了寻获灵感，所以夜阑人静时就是我悄悄地跑到顶楼吹吹风，然后去找到了一些好像是我但又不太是像是我的一种想法。那接下来的一些创作就是从这里开始。好，那我是 Echo， 那喜欢把生活画成绘本，那与大家分享。好，当机。好，那因为这些都是过去的我啦，所以就稍微这样子看过就好了。就喜欢攀爬建筑物，然后拍一些就很嚣张的照片，类似这样子。好，那这张图很符合就是之前的我，就是用挑战极限的方式找到自己的感觉。好，那这是绘本的开始。好，这个是一个人的能力值，水平线以下代表他的缺点，水平线以上代表他的优点。那这个人兄，他想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改善自我，让自己变强，他要怎么做呢？在有限的时间精力下，有三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弥补自己的缺点，看这个三角形，这个做法就是将所有的时间精力填补在自己的不足之处，亡羊补牢，雪中送炭的感觉。但这样的做法比较不 OK， 不 OK 的原因是因为面对不擅长的领域，将会有受到一些挫折与挑战，会让自己事倍功半。好，所以会变成类似畸形的状态。那整个过程中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会比较不开心。好，成效有限，不是最好的做法。好，那第二种做法跟第一种是比较相反的。那相信大家猜得到，就是将自己就是把时间精力精进在自己的优点上面。等一下哦。精进在优点的上面，就是去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一些深造。因为这个过程中是有一些成就感啊，再去支撑你，对啊，所以会感觉是事倍功半的。对，就是要锦上添花，精益求精，会变成这样子。好，但是还有更好的做法。那接下来的第三种做法就是把所有的时间精力砸在自己的一个天赋上面。就是如果你很幸运的能够发掘到自己的天赋，那从小去培养的话，你会非常的有成就感。那将所有的时间精力砸在这个点上，那这样子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领域将会变成你的骄傲，你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佼佼者。那这个时候，在这个社会上，你就会有一个被利用的价值，每个人都看得到你。对，因为没有人可以替代你。对，那假如刚刚拿那三张图来去诠释的话，把它放在很远的距离看，即使这个人他的其他优点不突出，他的缺点也蛮多的，但是
他的这个点被整个世界看到了，所以说他是在这个社会上是可以存活的。那这个是我上一个阶段所要追求的，成为某个智慧的佼佼者。这么一来，即使你有很多不擅长的领域，其他的领域又不强，那也瑕不掩瑜。当然还有更聪明的选择，对，就是这样子。这个做法就是去串联你的伙伴，累积很多个第三种人，这种人，那去做思维碰撞，各个领域就的人互相的去交流，那就让大家一起变强。这就是团队合作。如果你跟当时的我一样贪心，笑想在某个领域都达到狂态，那凭你自己一个人要何年何月才能得偿所望呢？实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社会上是讲究就是那个人多互相合作的方式，对。所以当时的座右铭是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成为当代传奇，对，串联你的合作伙伴，让大家一起变强。那我是 Echo， 那谢谢大家，这是我的分享。当然未完待续，因为这是之前的作品嘛，那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有一些生活体悟，然后所以有在做一些精进。好，回到了刚刚的第一个图，我后来去思考，回到原点，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秋为什么被别人称为优点啊，这个秋被称为缺点，这个到底是谁去定义它的？这其实都是一个人的独特性。假如有一个小宝宝他是带着翅膀出生的，那父母会建议医生拿剪刀把翅膀剪断，因为翅膀长在人身上是不合理的，所以会认为是缺点。但是说不定那个小宝宝是可以飞的，那这是现代人的一个通病。那这是我其实以前不太开心的原因，那也是整个蜕变历程的一个转机啦。好，那是谁去定义刚刚那两个虚言是哪个好哪个坏，谁比较帅又谁比较丑，到底是谁有资格去讲你为什么？这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军事所偏见。说不定在古代胖的人是很有权威的啊，瘦的人是，对，现在也是不好意思啊，对。所以那个我自己的回答是要放掉整个二元的思维，让世界将会回归纯真的感觉。好，那因为接触过极限运动啊，想要练跑酷，所以学了一些后空翻。那我有品尝过一些从就是倒立看着世界的感觉，那大概是这样，效果别有一番风味。从这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的角度好了，他看这个人的缺点可以看到他的独特性，这个人也是一样，对啊。所以说如果把那些优点并没有对错，把那些独特放在对的位置，那是可以整个扭转他的价值，不是吗？对啊，是否用一些创意的方法就可以让一个人就是能够发扬光大，那就会完全呢，就是比刚刚第三种做法还要省力一些，对，类似这样子。那下一部作品，因为时间有限啦，所以剩下20秒吧。对啊，下一部作品可能我就挪到下个月或下下个月再分享。就是我所真的想要讲的东西，就是去寻找你的灵魂伴侣，跟你的灵魂伴侣就是互相的培养默契，用一些洞见。就是用一些，因为有了默契，就可以知道他的一些缺点，或者是一些不适合的地方放在正确的位置，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那我是 Echo， 那谢谢大家今天听我分享。好，谢谢 Echo。